24条，咁佢话咧有个 A 同 B 啦、二五啦同埋四负一啦，画翻幅图先。咁咧二五喺度嘅，二五呢个 A， 四负一喺度，四负一喺度叫 B， 四负一。咁佢话咧 P is a moving point on the rectangular plane such that 咧佢一个垂直平分線啦，因為 P 喺度咧，要導致佢哋咧要相同啊嘛，嗰、那個嘅長度一樣。咁所以咧個 locus 就係個 perpendicular bisector of AB 嘅。咁你咧就可能先揾咗個 slope of AB 先啦。咁你揾到 slope of AB 咧，就變咗做五啦，減去負一啦，二減四啦，咁結果就係六 over 二啦，咁係三嚟嘅。負三負六 over 負二係負三嚟嘅，咁所以咧你呢一條線嘅 slope 咧就變咗做一 over 三 ，OK？ 咁然後個 midpoint 咧，嗱 midpoint 重要㗎，咁啊加埋除翻二嘅啫，二加四除二咧就變咗三啦，五加負一除二咧就係四除二就係二啦，咁所以就 y 減二 over x 減三等於咧三分一，咁聽講變咗咩咧？三 y 啦減六啦等於翻 x 減三。咁 x 咧就減三 y， 加三等於零，咁所以 x 減三 y 加三等於零咧就係 a 啦，24条系 a。